Hey,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商恩，今天带来是纳克罗斯。如果你喜欢玩纳克呢，有个好消息，纳克罗斯的体验服呢终于改强。首先呢，是我们的成长生命哦，从190至211，在18等的时候呢，大概多了370滴生命。然后第二点呢，是我们的二技的伤害变得更加的高，而且还有物理加成。这个调整呢，虽然只是小幅的，但也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毕竟呢，纳克已经边缘了好久了。完全没有削弱或者改强。如果你觉得这改动还可以的话呢，请我们明天点个喜欢。如果还没订阅，记得订阅哦。那右上角是我们的出装 ROE， 这套呢也是我比较喜欢用的一套装备了。马戴夫呢，让我们可以扛住一套伤害，把对方打死再出来。戴夫中呢，我们会接破阵跟全能武器。有了破阵跟全能呢，我们能够击杀大部分的后排英雄，比如法师、刺客、打野、射手什么的。那最后我们穿红蓝之后呢，由于我们辅助也没有看视野了，在这种情况呢，我们选择先把野怪吃完。这一波我们是上不了四等的，毕竟还有两趟野怪还没吃。这边我们看能不能遭遇里方的莫拉。OK， 发现里方莫拉在吃红，但我们没有其他英雄的视野哦，比如他们的中路，我们还是不要随便冲进去。这边发现中路跟女超人都在附近，我们先拉开，然后等一等二技能冷却。目标是你放的莫拉，顺便把他击杀上四等，击飞大招。女超人一并带走一个制裁，这边完成一个帅气的双杀。玩那克呢，就是要多反野，不管是优势劣势还是顺风逆风，有机会的话呢，能反就反。毕竟那克呢是一个非常高机动性的打野，说到是整个游戏呢最高机动性的打野也不为过。毕竟我们有三个位移，而且三个位移呢都是可以控制方向的。唯一的遗憾呢，就是我们的一技能，一技能呢没办法垂直向下滑。我们成功击杀敌方打野，并且反野反野之后呢，吃完我们自己蓝，再来这个古龙。那纳克心中呢有一个优先顺序表，最重要的是蓝，然后到魔龙古龙，之后才是红 buff。红 buff 呢有一个额外的减速效果，有总比没有好嘛。然后我们再说说 ROE 呢，我喜欢带暴怒，你也可以带觉醒。但我更喜欢暴怒或者猛攻一点，而中间的部分呢，多数是带夺萃。夺萃呢，我最近喜欢带满十个。只有注意到敌方呢三个英雄进攻中路，我们上去一技能接大招，把兵线清完之后呢，再用一技能拉开。你看呢，我们只过去清个兵线，血量就剩一半了，而且我们还是买炎魔战斧的。虽然兽魂剑打得很痛，老兽魂弓攻击速度很快，清也很舒服，可是呢，还是建议出炎魔战斧哦。我们很需要斧头手提供的额外生命跟物防，另外不要小看炎魔战斧的燃烧效果，会让我们清野的速度也非常的快，绝对不会比兽魂剑或者打野弓慢很多。那这边注意到你放纳塔尔位置 ，OK， 那这边他有看到我了，那我们先来吃一个红，我们吃野的速度呢可是非常的快哦，在地方眼皮底下吃红呢也是没关系的，而不止红哦，就有任何的野怪。这边我们想要对盾地方的纳塔尔。哇，这女超人怎么发现我的？我们就不演了，直接上去一二技能把纳塔尔击杀，然后大招硬扛一点伤害再出来。大招也不是要扛伤害哦，要靠敌方的晕眩等等的。这边来一个塔拉，我们就缓慢的普攻，慢慢抓到三拳就把他揍死了。这时候我们看看能不能抓到敌方的莫拉哦。我们照装备。